说话时间，一个厨师，一个锅子，一颗鸡蛋，加起来会变成什么呢？蛋蛋厨师最喜欢听鸡蛋打开的声音。早上，蛋蛋厨师都会准备好一个锅子，然后把鸡蛋丢进锅子里面，翻呀翻，一个跟斗，两个跟斗，哇，小小鸡蛋变成了一颗大太阳。